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世界观 news 讯退出演艺圈多年的王祖贤，在得知吴孟达过世的消息后，曾在 IG 上发文哀悼。28日，他在脸书分享了一张当年拍片时的合照，看到照片中还有另一位已离世多年的柯受良，更是让网友感到不胜唏嘘。王祖贤28日在脸书分享当年拍电影《知识火腿》时演员们的合照，照片中有王祖贤、张卫健、曾志伟、张敏，还有站在后面的吴孟达、柯受良，而柯受良更是该片的导演。网友看到这张照片，忍不住感叹达哥跟小黑都不在了，黑哥跟达叔都去西方了，后面两位已经离世了，感谢达叔陪我们度过这么有趣的童年。不过也有网友搞笑表示，张卫健的头发还在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